今天这个会是我接替公司工作以来最有必要召开的一次会议，可是没有办法，受这次经济环境的影响，公司裁员也是万不得已的事情，还请你们各个部门回去做好被解聘人员的解释工作，同时告诉大家，只要公司恢复正常，我一定亲自登门请他们回来。今天下班之前，请你们亲自把辞退信还有补偿金交到他们手上。你是？我叫方月婷。哦，啊，你就是家政公司推荐那个保姆方月婷是吧？对对对，是我。哎，我给你看一下，这是我的身份证。哎哎哎，快进快进。哎，好好。实在是不好意思，这个家里边太乱了。他妈呢？你们啊，他妈呀，没时间管家。我呢，有时候也照顾不过来。哎呦，最近啊，工作太忙，没时间收拾，脏衣服攒的也比较多。一会儿你麻烦收拾一下。好好好，没事。我要急着上班呢。爸。啊？我校服呢？哎呀，我怎么知道？你再找找呗。不好意思啊，他妈都没有时间管他。哎，来来来，里边我给你介绍介绍。好嘞，好。哟，来来来，请。来来来，我带你看看厨房。这个厨，哎呀，我实在是不好意思，还没收拾呢。啊，你没有，你先上班，一会儿我来收拾。哎呀，那就麻烦你了啊。那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冰箱里头什么都有。半成品的食品，你自己搭配着看，平常怎么弄？哎呦，哎呀，这，哎呦，哎呀，这个我还想做的没来得及做呢。这个你放这儿吧，放这儿吧，不能放冰箱了，放这儿。啊啊，好，行行行，好。你先这上班，一会儿你走了我收拾，行吗？哎呀，那是真是太不好意思了。哎，我带你上楼，我们在楼上住。好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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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嘞。哎，好。来来，请。爸爸，我去上学了。啊，好。哎，回来。啊，爸爸。叫阿姨好。阿姨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苗苗。啊。哎，阿姨，你会做红烧肉吗？嗯，阿姨会。太好了，我给你天天吃红烧肉了。阿姨再见。注意安全啊。啊。哎呀。我们两个有时候忙的没时间管孩子，孩子有时候你还得替我们多操操心。好，没问题，您放心吧。哎，好，上来吧。哎，好。哎，九坤恢复的怎么样了？情况不是很好，医生说醒来的机会很小。啊。那像这种情况，对公司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？警方说了，这是一起意外事故，赵九坤负全部的责任，跟公司没有关系。嗯，长期医院看看他，有什么情况我回来再说。是。
哎呀，回来了，顾老师。啊，回来了。哎，不错不错。哎呀，看来今天要大饱口福了。你先洗个手，休息一会儿，然后叫苗苗吃饭啊。哎，好，你忙你的。哎，好，快马上好啊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去喊他。好啊，超力量。儿子，吃饭了。 今天那个阿姨啊，做几个菜特别香，快！我不去吃。你干嘛呢？你怎么又玩游戏啊？走走走走，吃饭。哎呀，我不去。你阿姨今天做几个菜特别香，走走走走。哎，不去。你非得让我向你妈妈那样把电源给你拔了是吧？啊？哎呀，你别碰，闪开！ 你怎么这样啊？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再这么玩，我把电脑给你拆了。别碰！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这孩子，你怎么现在学的这么不听话呀？吃饭了，走。郭老师，郭老师，那个你先去吃，我来跟他说。这孩子现在怎么学成这样啊？苗苗。 阿姨知道像你这么大孩子都特别愿意打游戏机是吗？苗苗，你看这样行吗？嗯，咱们先吃饭，吃完饭我跟你爸爸说，让你再多玩半个小时，怎么样？真的？嗯。阿姨能说话算话吗？阿姨肯定说话算话。拉钩，拉钩，来，来，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，走，吃饭去。走了，我吃饭去。 就困了，你得醒醒了。你躺在这儿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啊！哟，医生啊，医生，我儿啥时候能醒过来呀？你们要给想想办法呀。妈呀，像您儿子这种情况不能着急呀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您儿子下一阶段的治疗费用该交了，您跟家里人商量一下。 尽快解决。又是钱，我们这是做的什么孽呀？对，抄一个方向盘，抄一个，对。我一直顺时针走。你要两个方向盘的水多。我闻不出来咸淡，你看。行，我觉得这盒行，嗯。 赵九坤的病情有好转吗？没有，一点醒来的迹象也没有。医生怎么说啊？医生说目前只能维持现状了，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，只是他下一期的医药费该交上了，数目好像还不小。哦，嗯，你去财务部拿张支票。 把住院费给他交了吧。好，他的家属要求见您，这几天来了好几趟了，好像要讨个什么说法。别说了，快把药给我拿。哎，李总，您可千万别着急啊。 你觉得这件事我做得很过分吗？
我觉得其实这没有什么，金融危机裁员很正常的事情。华尔街裁了那么多高管，他们可能这么闹吗？再说了，按照法律程序，赵九坤跟公司已经解除劳务合同了，他们这么闹啊，就是无理取闹。哎，我们不是华尔街呀。这样吧，你明确地告诉家属，如果觉得公司做的有什么不妥，他可以直接走法律程序。如果是生活上有什么困难，只要不过分，尽量答应他。好的。饺子就更别说了，我们家一般吃饺子都是外卖，一点都不好吃。妈呀！是哈。姐，你今天怎么回事？还是自己家做饭，还是自己家做饭，反正酒咱们好。别说了，妈妈回来啦！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。哎，你回来了，这就是我们新来的阿姨，方月婷，这个就是我爱人。李平，你好。嗯，你是家政公司介绍你来的？当然了，这个没有错呀。啊，哎呀，你赶紧吃饭吧，你儿子都饿坏了。今天菜很好吃，还包了饺子。等会儿吧。郭老师，我现在去煮饺子吧，烧水。不不不，你等一会儿，我爱人回来洗呀、涮的时间比较长，饺子煮早了也坨了，你累半天了，坐那歇会儿。行。不行不行，我要吃饺子，我要吃饺子。行了，那么没礼貌，你妈妈刚回来，等你妈妈一块儿吃。我要吃饺子。这一日三餐，不在菜多，主要也讲究营养搭配。从明天开始，我给你写个菜谱，一定按照我写的做。嗯，好的。我可是要检查的。好的。那来吧，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，咱们喝一杯，来。没食欲。
啊，可以可以。从这身打扮，一直到你的气质，不像一个要做保姆的人。我需要这份工作。那我想知道，做保姆之前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在公司上班，后来就辞职了。为什么？其实我本来不需要出来工作的，可是我丈夫突然病了，所以我必须得出来挣钱。这你可以不做保姆工作。现在要找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其实挺难的。我有个朋友在家政公司工作，他说我的条件挺符合你家的要求，4000块钱的工资对我来说挺有吸引力的。啊，时间不早了，到这休息吧。到现在还没用，是吗？嗯，阿姨在储藏间里找到的，闲着也是闲着，给你榨点果汁喝，来，你尝尝好不好喝？嗯，真好喝。哎，苗苗，嗯，你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哎，我妈在公司当老板，别人叫她李总。哎，阿姨，你问这个干嘛？没事儿，阿姨就是看你妈每天那么忙，早出晚归的，看不着人影，就想问问。你对我比我妈对我还好，我妈妈一见面就教训我。阿姨再见，上学去了。嗯，慢点啊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清。喂，喂，你在哪儿？喂，九坤，九坤，啥呀？什么事儿？今儿那么高兴？今天下午啊，公司要召开重要会议。不会是你宣布提议这件事儿吧？差不多。真的。晚上啊，开瓶好酒，咱们好好庆祝一下啊！你呀、啊，晚上啊，做几个好菜啊！好了，我走了啊！啊，九坤，我今天遇到一个人，他是李平。我记得你出事以前一直跟我说你要见他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他，我是该恨他还是该不理他？知道这儿了。
我知道我在哪儿。喂，这是哪儿？我真的不知道这是哪儿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清。喂，九坤。啊！上学迟到了吧？完了，快去吧。阿姨再见。阿姨，你怎么哭了？是不是想家了？阿姨没哭，阿姨也没想家，去吧，上学去吧。李总，我在公司工作了10年，可以说是本本分分做人，踏踏实实做事，工作上是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，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吧。您不给我提升也就罢了，您不该就这么把我给开了呀。李总经理，李总，李总，这有份文件需要您的签字。李总，我昨天去看过赵九坤，他还是老样子。家属的情绪怎么样？他的母亲还好，只是没有见到他的爱人，他母亲也没有什么要求。你知道九坤的爱人做什么的吗？对不起，这个我不太清楚。我需要去打听一下吗？不用了。李平啊，你发现了没有？自从月婷到了咱们家是井井有条，干干净净的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到位。
苗苗也喜欢他。哎呀，活干倒是挺好的，可我总觉得什么？他干不上。干不成？为什么？我也说不清楚。那是不是嫌钱少，咱给他加工资？老师，给你取点水。啊，好。嗯，不要了。哎，嗯，会煮咖啡吗？咖啡没煮过，我可以试试。啊。啊，那给我煮杯咖啡吧。我去拿咖啡豆。您先喝杯咖啡吧。您领导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李总他出差去了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呢。他怎么又出差了？是。我这都来好几趟了，他总躲着不见我，这不是回事儿。我们九坤给你们公司辛辛苦苦干了10年。说解聘就解聘了，如果他不解聘，我们九坤根本出不了这事儿。这事他应该跟我解释解释。我也跟您说了很多次了，这个是上级领导做的决定，我也做不了主。你跟他说，他甭躲着不见我，我还会来的，直到见到他为止。月婷啊，啊，没想到你还能煮咖啡，你能来我们家真是我们的福气啊。方雨婷，你动过浴室东西了是吗？我白天打扫卫生的时候动了一下，以后别动我东西。哎呀，你也太苛刻了。闭嘴。洁癖，有说的不对地方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哎，来，我来吧，你忙吧。李总，你尝尝人家月婷煮的咖啡，多香！讨厌！生我气了？你说我一个男人当着别人的面，你总得给我点面子吧？再说了，人家一个保姆，每天忙上忙下的也挺不容易的。人家对咱苗苗多好，做的饭菜苗苗也爱吃啊。咱们呢，也得对人家呀，哎，宽容一点，你别老疑神疑鬼的。怎么了？什么都没有。
看吧，你总是疑神疑鬼的。我看你啊，肯定是工作压力大，忙糊涂了，天天胡思乱想。方月婷，这个名字好像在哪儿听过，而且这个人也好像在哪儿见过，在哪儿呢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你是个大老总，他是个保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个是蓝玉公司发来的请柬，说是邀请您和您的丈夫参加明天晚上的酒会。哦，啊，哎，和蓝玉公司合同签了吗？还没有，还有一些细节正在沟通当中。啊，对了，请柬中有具体的时间跟地点。知道了。喂，妈，我有一件那个湖蓝色的那个长的衬衫，你帮我放哪儿了？啊，今天晚上九坤升职了，要回家吃饭。嗯，李大姐，挑衣服呢。嗯哼，有个酒会，不知道该穿什么了。你要信得着我，我可以帮你参谋参谋。好啊，来，我帮你看看啊。这件你不喜欢？这件不行，这怎么穿？哦，其实啊，我看中这件。这件衣服啊，可就是有一个问题呀，袒胸露背，穿不出去。李大姐，嗯，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件衣服挺适合你的，你穿上它，一定显得特别高贵。你还真有眼光，这是我同学特意从国外带回来的，这么多年我一直没穿，就是因为它太露了。那就穿它。
嗯。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这是正常的应酬，你干什么呀你？行了行了，你别说了，我现在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，你就是喜欢男人围着你团团转。你喝多了你啊？我喝多了吗？我喝多了吗？你瞧瞧你穿这个什么样啊，袒胸露背的，你呀，你简直就是。你不自重，你说什么难听？你说什么？你把它都说出来，还有什么难听的？你说。就是一个疯子。是你啊，郭老师，你怎么这么晚了还没睡啊？我睡不着。你别空腹喝酒，我去给你拿点吃的。不用，我，好，谢谢啊。在哪儿呢？还不回家啊？我不知道这是哪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哪儿。啊！什么事儿不高兴啊？你坐，月婷。哦。既然你问我，我也就不瞒你了。今天啊，我跟你李大姐去参加个酒会。参加酒会这是个好事儿啊。可是你李大姐穿的这套衣服，那简直是让我……你说那么多人围着她转，我当时都觉得无地自容，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。我真不知道我当时在那怎么过来的。郭老师，你别生气。其实像李大姐那样的身份，她穿那样的衣服也挺正常的。正常？啊？可是你也得看看自己是什么年纪吧，
那有些款式穿在你身上合适，有些款式你这个年纪穿上就是不合适的。哎，如果像你这个年纪穿上那套衣服，行啊，也许还让人觉得有一种美感。可说你这个年纪你穿着，哎，我哪能跟李大姐比呀？她是女强人。女强人是，女强人。可你首先是个女人吧？说实话，你李大姐呀，她身上哪怕有一点像你这样能够顾家，有那么一点儿，我也就知足了。哎呀，郭老师，我当时……那你少喝点，我先回去睡了啊。你睡吧。顾老师，啊，你今天回来这么早？哎，对，单位组织参观，我有点累，没去。我看你脸色不太好，我上楼给你找点药。不不不，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行，那你上楼休息，我把地拖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忙。顾老师，你有事儿啊？啊，我想说，昨天晚上我酒喝的有点多，我说话也多了，我没说什么不合适的话吧？没有。哎，真的没有吗？真没有。那就好。你坐坐坐。说实话，我跟我爱人，从你的谈吐、衣着、素质，都觉得你其实不像个保姆。哎，不，我没别的意思啊，你真的挺好的。我爱人李平这个人，其实心眼挺好。就是脾气直，说话别人不爱听。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我们呀，也没把你当外人，都挺喜欢你的。尤其是苗苗，更喜欢你。你要是愿意，苗苗以后啊，那就管你叫姑姑。你要有时间了，把你爱人也带来认认门，我们弟兄好好喝几杯。你这个人呀，真的是挺好的。哎，我的话是不是又说多了？没有。那好。那你忙，我回屋去了。辞职那单位还能回去干吗？回不去了，人家早找新人了。啊，我想的，你说九坤躺了这么多天，又是住院费，又是还贷款什么的，俺妈在这盯着，你出去再找份工作。好不好？好，我找找试试。
日子吗？不知道。今天是立夏。什么叫立夏呀？立夏呀，就是从今天起是夏天了。哦，阿姨，我告诉你个小秘密，我们写了一篇作文，我写的题目是《我的方阿姨》，老师还表扬了呢，把这篇作文当成范文给全班朗读。你写方阿姨啊？嗯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觉得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。行，洗手吃饭吧。嗯，把书包放下啊。嗯。放下了。啊。洗手吃饭。哎呀，你说，这在外边吃饭多好啊。嗯。嗯嗯。哎哎，别打了，来吧来吧，赶紧吃饭吧。是是是是，嗯。洗完了，洗完了，好，来，那不得多请王总关照啊。行，行行行，后天是吧？多好，好，嗯，再见。哎，当心！你说说，你这么重要的一个电话本，你就不能把这上面的电话储存在你的手机上？你说多麻烦呀！管好自己的事情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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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饭，吃饭。儿子，接喝汤。嗯，来。饿了吧？饿了。九坤，每次看见你躺在这儿，我总是觉得是黎平把你害了。我现在每天都面对的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对他好。我该报复他吗？九坤，你快点醒过来，告诉我该怎么办。是，那不会的吧？我他给你电话是对的。啊。哦。宋老师，放好了，吃饭了。对对对。哎，我知道了。那你这样子，孙总，你再给那个谁费总谈一下这个事情。回来的正好啊。对。哎。啊。吃饭了。你说现在这个状况，这笔生意确实对我是非常重要的。对对对。那我公司的诚信，就是啊，那不是有目共睹的吗？好，那就拜托，嗯，再见。催什么催呀？你又干嘛去啊？快来嘛！哎哎，我说，你在那儿瞎折腾什么呢？找啥呢？奇怪，电话本找不到了。电话本？嗯。你放哪儿了？我就放这儿了。放在这儿？对。那你是不是放错地儿了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啊，得得得，我知道，你也不是乱放东西的人。那你肯定落单位了。不可能。那就奇怪了。是啊，你没看到，苗苗肯定不能拿呀。那还有谁呀？除了他。行行行行行行，你别在那冤枉人好不好？啊，
他没事拿你电话本干什么？你袒护他干什么？这怎么叫袒护他呢？我是说你别冤枉人家，行不行？行了，我告诉你，自打他来咱家起，我就觉得他不对劲儿。哎呀，你别冤枉人好不好？你明天啊，到单位啊，好好找找再说。三天之内，我要是找不到电话本，我就把他给开了。行了行了，你别激动好吗？你明天到单位好好找找再说。我会弄明白的。三天之内，我要是找不到电话本，我就把它给开了。写完了吗？写完了，看看吧。优优优，苗苗，嗯，你这现在都是优啊，比以前强多了哈。对呀，多亏了阿姨的帮助。阿姨吃巧克力。阿姨不吃。阿姨吃吧。阿姨真不吃。吃吧。阿姨，等我长大了，有本事，我一定要带你和我爸爸妈妈去周游世界，好好玩。顾老师，你还没走啊？啊，我收完一会儿去。你找我有事儿？是啊，那个，哎，你坐，月婷，坐。啊。那个，是这样的。李平啊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电话本找不着了，长方形的，红色的。你不是天天打扫卫生吗？你要是看见的话，你告诉我。哎，你可别误会啊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如果你没有看见，
那你今后在打扫卫生的时候，你稍微的留意一下。哎，就这事儿。好。我知道那本在哪儿。你知道？我打扫卫生的时候看见的。那太好了。我没跟他说，是怕他说是我拿了。我理解，我完全理解。那本在哪儿啊？就在那个沙发后面。在这儿。哎，郭老师，那我来吧。哎，你别动，别动。这个本儿就让它放在这儿。这件事儿啊，你全当不知道，交给我处理吧。好，李婷啊，谢谢你了。好，你忙吧。喂，哦，我知道。那麻烦你们下午去医院吧，好吗？好，谢谢。我家的情况，我刚才已经跟你们说了，这你们都看见了，就这情况。你们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。范小姐，您家里发生这样的事情，确实让人很难过。您的车贷和房贷呢，我会跟公司说，争取最大的缓冲期。不过我也希望您能够尽快的想到一个解决的办法。您也不想您的车子和房子被收回吧？还有。如果要走法律程序的话，我也帮不了你。行，抓紧，走。闻到肉的香味了，香吗？香，想吃啊？嗯，好，阿姨让你先吃一会儿。来，吃块小的吧。来，烫啊，小心，慢点，张大嘴，不烫，好了。真香，好吃吗？嗯，那你先去写作业，写完作业让你吃个够啊。阿姨再见。回来了，先别上去了。干嘛？跟我来。干嘛跟你来？来呀！切，什么事儿啊？电话本找到了。在哪儿？哎呦，卖什么关子呀？在哪儿呢？在哪儿？在这儿。我之所以没有捡它，我就是想让你想一想，这个本为什么会在这儿。我怎么知道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哎，我早都跟你说过了，你别再疑神疑鬼了。嘘，越弄人家好人了。奇怪啊，怎么会在这儿？
你好，请问这是家政公司吗？是的，您有事吗？麻烦你帮我查一下方月婷的资料好吗？方月婷是吧？对的。啊，我们这资料很多，我查到以后告诉您。您方便留个电话吗？算了。李总，怎么样？我刚刚去看过赵九坤了，他爱人不在。他婆婆说家政公司帮他找了份工作，他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工作。哦，你忙去吧。好。回来了，啊，保姆呢？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？怎么了？我不舒服。哟，那你吃药了没有？我吃了。那我给你倒点水喝。你别管我，保姆呢？出去了。去哪了？带着苗苗去买作业本吧。你快去把他们找回来。一会儿就回来了，你现在就去找回来。哎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怎么怪怪的？一惊一乍的。你听不懂我的话呀？你听不懂我的话，你现在去找回来，你找不回来要出事啊！快去呀！爸妈。别干了，坐下，坐。咱俩以前认识吗？不认识。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，因为你爱人生病了，才出来做保姆的。他现在好些吗？还跟以前一样。你爱人生病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在一家公司上班。什么公司？以前的事我不想提了，对不起啊。媳妇儿，没事。好，月婷啊，你大姐这几天啊身体不好，想在家多休息几天。
麻烦你多照顾照顾他。还有他这个人呐，工作压力太大，有时候心情不好，说话比较直，别跟他计较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的。好，那我上班去了。回来，鸡汤放多少盐呢？这么咸怎么喝呀？那我再给你兑点水。那鸡汤加水还能喝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炖你排骨汤吗？家里没排骨。那这牛肉吧。也没牛肉。这儿没有那儿没有，你在这个家是干什么的？是干什么的呀？回来，坐下，坐下吧。方一天，你知道你刚才的行为是很不尊重人，也是很不礼貌的。你整天板着脸给谁看呢？嗯，我没板着脸，我就这样。我跟你说，从你来我们家那天起，我就觉得你心里有鬼，是我的问题，还是你的问题？今天你把它说出来，我跟你说不清楚。你说清楚也得说，你说不清楚也得说。你整天在这个家里晃来晃去，心事重重的，我没有安全感，你知道吗？那是你的问题。谁的问题？你给我站住！今天你必须说清楚，否则给我走人。你不是为了钱吗？拿着钱走人。喂，李总。嗯，我们今年投资的最大的工程被停工了。什么？李总，李总，我知道了。
月婷，月婷。月婷，月婷，快，快给我拿药，快呀！月婷，快拿药来！月婷，月婷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我难受，难受，快拿药去！什么药啊？硝酸甘油在哪儿？在我那边床头柜里。快，床头柜抽屉是吧？对，快去。我真的不知道这儿。月婷，快拿药，拿药！方雨婷，以后别动我东西。你不是为了钱吗？拿着钱走人。如果他不解聘，我们九坤根本出不了这事。月婷，月婷，快拿药，拿药！月婷，快！危险期已经过了，注意休息，静养。好，谢谢啊。嗯，不客气。医生说没什么大事儿，好好静养。月婷啊，真是多亏了你啊。谢谢你，月婷。我带你倒点。不用了，玉萍。坐下。坐吧，坐。月婷，有孩子吗？原本打算要一个来着，可是现在不会了。为什么？我们原来打算，等我丈夫提职以后，我们就要一个孩子。我也为了这事儿把工作都辞了。可是没想到我丈夫的公司，不但没有给他提职，反而一句话都没说，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把他给辞退了。他一直心里边憋闷，想不开，就喝了点酒。
后就出了事故，然后就把脑子摔坏了，现在躺在医院里边昏迷不醒。你丈夫叫什么名字？自从你来到我家，我一直在想，你是不是赵九坤的妻子？你真是赵九坤的妻子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九坤出事以后，我去公司找过你，一直都没看见你。可是后来我也没想到，我怎么就来到你家了？怎么就这么巧？我每天看见你，我都想跟你说，我都想问问你，你怎么就把九坤给辞了？你凭什么就把他给辞退？可是我说不出口。我看见你每天也很忙，也很累。我看见苗明和郭老师都是那么好的人，我很矛盾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是该恨你还是不该恨你。别说了，月婷。你恨我也是应该的。自从把九坤他们辞退以后，直到现在，哎呀，我的心里一直就没有踏实过。特别是九坤，他现在躺在医院里。我多少次想去看他，可我没这个勇气。对不住他，对不住你们全家，对不住。我想。如果九坤现在能醒过来，听到你这些句话，他心里会舒服些。我也不是希望你们原谅我，我没有办法。公司现在正在困境中，这是我没有办法的办法。我会想办法，我会想办法。和姑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们给你买了一个蛋糕。九坤兄弟，好好养病，希望你早日康复。咱们两个好好喝几杯。
九坤，快快好起来吧。他们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吗？你如果听见了，你就快点醒过来。我和妈妈都等着你呢。帮叔叔吹蜡烛吧。是啊，我们一起来吹蜡烛吧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那是对谁的期盼？